吧？你说呢？没事儿，一点事儿也没有。说了不让你动对方的东西了，你非要动。这里到底是垃圾场，还是卧室啊？这是一个正常人类的房间吗？嗯，我这些东西就是暂时放在这里，我有时间了我就收拾，现在就有时间呀，对吧？别动！你干嘛这么激动啊？就一件衬衣而已，脏了我给你买。新买的衬衣。嗯，其实也没多脏，我给你洗洗，他就。我这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，让我遇见你？对不起啊，我，哎，相遇即是缘分嘛，你刚才自己说的。我们来找那个感谢信吧。来来来，你不是说在？不要找了，找什么感谢信啊？我现在一秒钟都不想待在这里，我明天就搬走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见面了，后会无期，陈嘉兰女士。你以为我想见到你啊？时空轮回又不是我造成的，我巴不得你现在就消失。我搬家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